日盟日本军会的会长久保木修吉今天下午7:30到达台北，我国亚盟总会的公共关系组组长徐传泽等人都曾经在机场欢迎。久保木修吉是日本庆应大学毕业，也是日本国际圣共联合会的会长，是一位国际间坚强的反共斗士。他在到达我国之后，将分别拜会亚盟总会理事长谷正刚、外交部长周秋楷、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等政府官员，并且将参观共匪暴行展览之后返回日本。